喝过的，我就要和你喝过的。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演技挺好啊。这是你喜欢的那家店的蛋糕，草莓味的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今年是你一个人过的第一个生日，我不想让你觉得跟过去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有区别，那也是你的身边会有更多人爱你，陪着你。 我回来了，哎呀，出去出去，一进屋就是一股子恋爱的酸臭味儿，我受不了。哎，哪有？我看看，花粉过敏啊，那是有人送花的呀，是一屋子花，一屋子。哎，我们小城总是真的有钱啊，送花都是一屋子一屋子的送，只不过这马屁拍到马脚上了吧？哎呀，什么呀，心意到了就可以了。 所以，你们两个现在是正式谈恋爱了？嗯。不过，我第一次明知道我得到了不属于我的东西，但是我贪心了，我就是想多不血流一次。喂，王东，那个，我谈恋爱了。程丽，你有毛病吧？大晚上装我爸给我们中队打电话。 谁让你们不能用手机的？这是部队，大哥。还有，你不能没有朋友吧？我哥们说你泡妞把他们全都动员上了。哎，他们嘴挺快啊，你在部队也跟你汇报啊？啊，以后晚上别给我打电话了。行，行，那我找机会。那你还是找我吧。哎，那，你是什么时候想通的？嗯，就是刚刚。 刚刚他看出来我想去看电影，就要陪我，但他跟我说他已经10年没进去了，就是想去试试。看完了吗？没有，看了40分钟。但是我知道这40分钟对他来讲特别煎熬。他跟我手心一直在冒汗，而且特别冷。虽然我年纪比他大，但是他一直像个大人一样照顾我、迎合我。如果这样我还不心动的话， 那我简直太冷血了。哎呀，真好。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有人像我一样爱你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呀，反正呢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两个人的关系走向。嗯，那就像当初你跟石兆祖结婚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一切都是未知的嘛。我们呢，就预设一个美好的结果，然后朝这个目标努力。 享受沿途的美好风景，那就算最后到不了终点，我们也幸福过、甜蜜过呀。喂，金花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不想听你秀恩爱，晚安。王栋这个叛徒！哎呀。 还能找谁呢？那我一定会打起精神来好好对待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得跟他坦白，我有孩子的事情。只有他接受了，我们才算真正的开始。那个，我觉得我可能做错了件事儿。我没有想到你们俩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 所以当初我说隐瞒嘟嘟的事儿，只要对你的工作没有什么影响，就不算什么。但是真要是放到感情上来，是个大事情。这可能就是我一直不敢面对他的原因吧。我心里面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也很想得到他的爱。可是我已经错失了跟他坦白的机会，唉。 可能我就是个绿茶婊吧，心口不一。有你这样的绿茶婊吗？这么坦诚，那这成立剑板能也不太行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明天我一定会找机会跟他坦白的。嗯，如果他觉得我骗了他，不能接受我的话，那我就辞职。唉，反正能被他喜欢，我就已经是赚了的。
你着急什么呢？还早呢。霍一望飞机落地，给我发信息了，他回来了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说，他被长调回英树总部了。对不起，周全大人。哎，其实呢，这件事也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程丽说的呀。但是你没有揭穿他，还配合了他的表演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是我老板，我没办法，对吧？林璇璇啊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回来给你算账啊。李旭旭，老板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？大呀！寻寻就是这么香啊！不是手上还有花粉的味道吧？没有，是我给你买的洗衣粉的味道。你晚上有空吗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。好啊，是要跟我表白吗？你有礼物吗？嗯，我就是礼物。想拆礼物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晚上见。周全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莫云云，怎么突然回国了呀？哦，周全，云云突然回来，来不及跟你说。啊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啊，现在家门都不让我进了？不是，莫云云跟她老公正在闹离婚，所以就回来休息一下。来不及跟你讲，合着这婚还没离呢，就已经有接盘侠了。周全，很多事情之后再告诉你，讲话不要这么咄咄逼人，好不好？这里又不是法庭。哎，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小别胜新婚，干柴烈火？莫云云，那个顶级绿茶婊回国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两只眼睛看见了呀，而且他是跟霍一望一起回来的。那回就回呗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就奇怪了，我每次只要往他眼前一站呀，我就一败涂地。哎，也真的是，你说这什么操作呀？要不我请假去找你？哎，不用了，我下午还得开庭呢。那总不至于一个莫云云回来了，我钱也不赚了，日子也不过了。我跟女儿要出国，一直忙签证的事儿，差点把你拜托的事儿给忘了。哎，周老师麻烦您了。来，这个是你要的那个叫程丽的学生的一些资料，你看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。好好，谢谢。你让我帮你问了读书的事情，我问了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你看看吧。
我小时候就挺帅的。时间太久了，咱们学校跟郊区的几所学校共建，老师都互换了，能问到情况的人很少。这个叫成立的学生的情况呢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这孩子在校的情况介绍一个字都没有，像是被人故意抽走了一样。哦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转学以后呢，他妈妈每年都给学校捐助。不过大成总还是挺支持教育的，你毕业之后一直在资助这个学校，而且还买了很多电脑。我在学校的时候不管我，转学了去送电脑。我当时在学校肯定惹了什么大祸。哎呦，跟你开玩笑的了，其实事情没那么严重，问得到就问，问不到就算了，不要影响我们两个人今晚的二人试卷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这不打听了吗？没什么意外的事情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心里慌慌的。你就是太担心我了。其实我的病应该跟学校的事情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我妈不告诉我肯定有她的道理，你就别担心了啊。嗯，跟我上楼。不去干嘛啊？哎，陪我喝杯咖啡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走了。哎，哎，谢谢谢谢。你是不是跟程丽好上了？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，我们换个话题。你应该直接回答他，是的，我是程丽女朋友。好了好了，我是那个随便的人。你们忙，我们下楼。就你这样的，还跟我抢女人？刚才是什么情况啊？你说这令行训是何方神圣？所以你知道有句俗话说吗，千万别惹女同事，要不然啊，她可能是你老板娘呢。嗯，有道理。少跟麦克在一块儿，别老让他前辈姐妹的占你便宜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在公司能不能低调一点啊？我觉得同事们好像都看出我们的关系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，他们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的，你是在怕什么？我就是怕万一哪天我们分开了做不回朋友，要交代的人太多。
这才刚开始你就想分开，你天天说你没有安全感，我才没有呢。现在连麦克都要跟我公开抢人了，你是想很好的样子吗？我先回去了。上去。可惜在遇见我那天，你并不快乐，并不快乐。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得太晚了。可是我要走了，可温暖要走了，可否有另一个我？在你身后给予快乐，我的可能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，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。李学学，你这个大傻子。麦克，你才是个大傻子。哎，你把餐厅给包了？这是谁在配合我呀？把这包了，我们来吃个店过了吧。浪费。程总，我请女孩吃饭还用不着当妈的来买单吧？你确定你面前坐的这位是女孩？既然您来了，我就一起说。长辈说话你插嘴，有礼貌吗？徐俊说的对，既然你来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官宣，省得你浪费钱找人拍我们。我想说的是，你现在想表达不忿也好，辩解也好，总之是该说的什么都没说。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当年就好逸恶劳，企图用婚姻改变命运，现在还不吸取教训，以为找个有钱人就能让你一步登天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给我看个小破孩。别把生意场上的手段用给自己家人，行吗？他不是什么小破孩，他是我的儿子，叫嘟嘟。什么？嘟嘟？
多就是我的儿子，他不是什么小猫小狗。这也是我今天想要约你的重要原因。之前填资料的时候是我骗了你，但我当时太需要这份工作。但是，我以为有孩子的事情，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效率就没问题，所以我就一直隐瞒着你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才意识到必须要跟你坦白。是不是我妈威胁你了？你不用听她说什么，只要我喜欢你就够了，你不用在乎她说什么。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在污蔑她？儿子可以亲子鉴定，而且他身边的人应该都知道真相。想要证明这个事情的真伪太简单了。今天我摆出照片，他就说是要跟你坦白。我今天不来，你能保证他不继续把你蒙在鼓里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是，我也很忐忑，我也很后悔。但是大成总，我从来没有企图通过婚姻来改变我的命运。其实，我上一段婚姻也是牺牲了我自己，才换来了家庭和睦。虽然结果并不好，但是我问心无愧。对成立也是一样。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他，但是，我从来没有想从他身上得到过什么。你不用跟他解释什么，你要面对的只有我。我爱不爱你，介不介意，那是咱们俩的事情，和他无关。坐下来陪我吃吧。是不是觉得我太自私了？母亲保护孩子是天然的。其实这姑娘要是不碰以前的事情，我是有心放她一马的。我知道，从您开始帮她找工作，我就明白了。那么多次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一直把我当成傻子？我宁愿亲口听你坦白，也不愿意是让我妈来拆穿你。对不起。送我回家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辩解。明天到公司，我去辞职。我还没出这口气，你就想走啊？我不想出现在你面前让你不舒服。我的确很不舒服，但我也没打算让你舒服。我辞职还不行吗？那你让周全给你准备打违约官司吧。
萱萱。哎呀，我还想跟你八卦那个绿茶婊回国的事儿呢。周全，不能说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城里那个王八蛋欺负你了？周全，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心好疼，你可以快点过来吗？你不是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城里家外面。你等我啊，我现在过来。这么少不怕着凉啊？他是不是说什么伤你的话了？我找他去。哎，周全，别走。这是程丽的妈妈，她把我有儿子的事情先跟程丽说了。他怎么这么怂啊？我真的特别难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骗了他。但是，我为什么对他的冷漠就是受不了呢？我知道事到如今，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对他有期待，期待他可以原谅我，可以接受我。哎呀，萱萱，萱萱，你听我说，你没有错，爱一个人也没有错。对他有期望有要求都是正常的，你不要总是把这些事情都归咎到你一个人的身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哭吧哭吧，难受就哭吧，把那些痛苦委屈都哭出来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家啊，离开这儿，实在不行你就请假休息一段时间。不行不行，他说如果我要是辞职的话，那我就算是违约。哎呀，违约责任赔偿我来，要打官司也我来，这些你都不用担心。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的话，你觉得程丽是不是也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情？他对你越认真，他就应该认真思考，毕竟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做你儿子的后爹，他自己感情上都不算那么成熟，那你觉得他现在是不是跟你一样，也觉得是个晴天霹雳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面对他？不卑不亢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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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哭了。很多人都好奇我卸妆是什么样子，今儿哥喝多了，让你们看个够。他要卸
我一直装娘，都不敢跟我心爱的姑娘表白，结果人家跟别人好上了，刺不刺激？精不精彩？你们不用嘲笑我，我就是我，化我想化的妆，追我喜欢的人。你们敢像我一样做自己吗？不敢，至少我很怂。喂，萱萱，有时间见个面吗？啊，我没时间，电话说吧。嘟嘟想见你，再晚我们都等你。嘟嘟呢？保姆带着呢，太晚了，都睡了，就没叫他们出来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萱萱，你还没跟爸妈说咱们离婚的事儿吗？我还没找到机会说呢。他们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最近老不接电话，他们想见嘟嘟。哎，你千万别跟他们说啊，不然不就露馅了吗？可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当时爸妈为了阻止我们结婚，差点跟我断绝关系。现在我告诉他们，我千挑万选的老公出轨了，跟我离婚了，我现在过得特别惨。他们怎么想？这不就是当他们面对我前半生的否定吗？萱萱，我不想离婚的，为了嘟嘟，我们复婚吧。复婚？哼。然后你就过着家中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的生活吗？我不想配合你的表演，我就是再瞎，我也不想瞎一辈子。哎，吃早餐。新造型不错，帅。同志们，怎么样啊？帅不帅啊？帅帅帅！太帅了！帅！谢谢大家，我以为大家都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。你本来就是个怪胎，没人介意你更怪的。哎，友情提醒，千万别看热搜。我去！靠，大不了老娘重新建一个号，从头再来。大家工作吧，工作吧，工作吧。玉美玲美妆现在大家怎么想的？程总之前说要改名做副牌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毕竟是个老牌子，文明度高。但是一个老牌子要如何跟美妆线结合，这个确实有点难。大家都说说吧。
我可以说一下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也是策划组成员，那你可以问大家的意见。林总监，你说呢？这又不是什么一言堂，当然可以讲了。我们老板刚才还说自己智商掉线呢，咱们得群策群力。说吧，璇璇。嗯，我看过麦克的直播，就是麦克封麦之后的第一次直播，当时是给玉美玲做推销，问起大家对玉美玲的印象，大家说的都是妈妈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大众的记忆吧。那说起玉美玲呢，大家会想到那个时代的妈妈们，她们没有大牌的护肤品，所以玉美玲成为了每家每户妈妈的必备用品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记忆吧。如果说做玉美玲彩妆，把这个大符号延续下去，那我觉得那个时代妈妈们用玉美玲护肤，那现在呢，妈妈们用玉美玲彩妆追求美丽，应该能形成一波自然推销。可并不是每个人对妈妈的印象都是好的吧？我们追寻的是大众记忆，并不涉及那些小众的特殊人群，我觉得这个方向挺好的。林总监负责，散会。不是来找我的吗？躲着干嘛呀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您的时间。这是我之前做的市场尽调，可能不是很全面，您就当做资料收集就好了。下次做之前，找策划拿一下模板，要上会的资料形式感很重要。所以说，我的方案可以正式上会了吗？我上午开会的时候不是就说 OK 了吗？你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吗？哎，谢谢，我还以为您对我不满意呢。这是工作，我不会像程丽那么无聊的。自信点儿，离了婚出来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也离婚，还带着孩子。我也是。哎，等会儿我这边看一下。今天加班，你们手上的工作我今天必须看到结果。林旭旭，你去给我点餐，我要去承担那家烧鹅，不送外卖那个。哦哦。我不吃外卖了，我跟客户吃饭去。好，体验我就跟你。
盏灯，一束光，一个人靠在窗户旁，一幅画，一面墙，看不清楚那表情和模样。时间漫长，回忆过往，无处去安放。天未亮，偏悲伤，怪自己忍不住去想。习惯性作伪装，其实你和我感觉都一样，不会逞强，在镜子旁模糊的迹象。我承认是我一直在假装，还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。承认是我一直在假装，快忘记自己原本的模样。哦，怎么就沾湿了眼眶？怪自己还不够倔强，全力抵抗却无法遗忘，不想再假装。我以前常和周全带着嘟嘟来骑车。嘟嘟可真幸福啊。其实每个母亲都愿意陪孩子的，大成总肯定有他的苦衷。他那么对你还帮他说话，如果你是他，为了保护儿子，你也会撒谎吗？你到现在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